那现在来学校接人员，等一下上柳州去吃酒。几位阿叔阿婶他们都上去了，我要先把人员接了放学，然后才带爷爷一起去柳州上面去吃酒，要不等下就没人接他了，只能接了他，然后我们才能上去吃酒。哎，接了这个小家伙了，等那么久，那我们先去吃酒，你去吗？明天。等下我们去柳州吃酒，你去不去？等下去了。啊、哦。今天星期三。星期三，等下去柳州吃酒啊。星期二啊。那今天不是星期二吗？真傻傻的，那走了，我们回去了。我叔在家里等我们。安奈是星期三。星期三，安奈知道个鬼哟、哦！安奈的记错了。那好了，我们回家了。他穿那么多衣服。安奈谁穿的？安奈说穿的呀，这么冷啊。他说去学校就会冷了。不会冷的，穿那么多。走了，我们回去了啊。阿叔在家里等着，我们回去了。好了，我们去吃酒了啊。好不好？去看新娘子，好不好？嗯，我们去看新娘子啊。对，今天是那个大伯的女儿的儿子结婚。市里面的酒都是比较晚的，我们就先接了圆圆，放学我们才一起上去吃。他们先上去了，我们就不用叫他们等我们了。我要吃。好，等我妈剥给你吃啊。那哥哥一回来就饿了。就要找东西吃，难搞。你在中午在外面，你有零钱啊？零钱买东西吃啊？到没有？啊，安奈给你的钱呢？安奈收回去。安奈收回去了呀，不能带去学校买东西，不能买东西吃啊。啊，螃蟹，螃蟹。吃酒了，你是要吃的时候饿了，先买个面包吃先啊，来，去买个面包吃。让哪个自己拿？这个，叫阿姨帮拿来。你要哪个？嗯，你这里还用吃饭吗？先填一下肚子先啊。这家伙这么饿。不要吃那么饱，我等一下还要吃糯糯吧啊！哎，等一下你还要吃酒吗？有。我要带你来吃酒，亏大了。哎呀，少吃一点啊！阿波他们在这里等了，阿波他们。等一下还要吃酒吗？不用吃了啊，用。嗯，那走吧，好多人了，到酒店这里了。哎呦，看一下。乐乐，你看那新娘子漂亮吗？漂亮吗？这新娘子好漂亮哦。嗯，你看。啊、这里好冷，找垃圾桶来扔吧啊！对了，你看那个新娘子好漂亮不？漂亮吗？啊，吃东西了不？啊，来吃糖，吃糖。你要吃糖吗？叫姨妈了没有？姑妈，谢谢姑妈。叫姑妈哦。啊，姑妈，谢谢。恭喜姑妈。谢谢。上去三楼啊。准备吃饭喽，好多人。蛋糕，我那里有蛋糕啊。好漂亮啊！嗯，好的。哎，你看我们在这里看新娘子啊、哦，好不好？嗯。啊、
原来这里这么漂亮啊，是吗？哎，有花，有新娘子，好漂亮的新娘子啊！也在我们的这一块新娘子啊。干杯，喝了。生日快乐啊！生日快乐啊！什么？然后上面有蛋糕。有蛋糕啊！哦，那里有蛋糕是吗？嗯。那边去看啊，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到啦。父亲，我们的手交到了。有请一对新娘步入婚礼殿堂。再次祝福我们这次婚礼成功。奶奶做过两个准备结婚哦，奶奶。恭喜新娘子来表白，来，有请两位新人往前稍稍迈一小步，好吗？连在座的各位亲戚朋友，更近一些。在此时此刻，我要问一下我们今天最美丽的公主，已经太幸福。好看吗？新娘子漂亮吗？漂亮啊！来，亲戚朋友们，要我们再次把掌声响起来吗？送给我们最幸福的新娘子，祝她新婚快乐。老公，漂亮吗？他说那个蛋糕是假的。好的，来，请我们美丽的新娘子姐姐来。妈妈，你的新娘子在哪里？这是我们美婶是不是？那里呀、啊。在那边啦、啊。在哪边？好的，来，请两位新娘子。那是别人的新娘子。好，那你长大了才去找新娘子啊。他是真的长大。哦，他是真的长大。来，请问，那是美丽。林俊泽真的是，现在乐乐跑去那里去看。今天的表现就做到微信的话就是今天的看来都又很冷，而且很香的现在就参加的是幸福，参加者，我们对明天回老师说的谢谢。希望你们天天顺利。乐乐，回来，快点。好的，谢谢明天姐姐的祝福，谢谢您，来掌声送给我们潘小姐。哈哈把筷子放下来了，乐乐。来，我应该给婚礼，你看那种蟑螂在哪里？这个啊。那你白天哪里去？对，拿这个一起和着吃，放里面包着啊。两个包，一口吃。爸爸你好，好听吗？我在乐乐来的。你也要吃吗？这个汁不是应该炸在里面的吗？你爸爸乐乐，爸爸乐乐在哪里？我没有爸爸乐乐在哪里的？啊，好吧，吃吧。沙包。吃饱喝足了，回家了啊！这个不能浪费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打包回去吃宵夜。好了，回家了。
走了，回去了。